以下是一些增强免疫力的水果。一、柑橘类水果，例如橙子、柠檬、葡萄柚等，富含维生素 C， 可以帮助增强免疫力，提高身体对抗病毒的能力。二、草莓，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，有助于抵抗自由基对身体细胞的损害，同时还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A， 可以提高免疫力。三、蓝莓，富含抗氧化物和维生素 C，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，同时还能帮助降低炎症反应和减轻肿瘤风险。四、番茄，富含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 和 beta 胡萝卜素等抗氧化物，可以提高免疫力，预防感染和炎症。五、猕猴桃，富含维生素 C 和多酚类抗氧化物，可以增强免疫力，促进身体对抗病毒的能力。六、葡萄，富含多酚类抗氧化物和维生素 C， 可以增强免疫力，预防感染和炎症，还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平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七、石榴，富含抗氧化物和维生素 C， 可以增强免疫力，预防感染和炎症，还能帮助降低血压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总之，食用这些水果可以帮助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保护身体免受病毒和其他外部威胁的侵害，预防肺炎的最佳武器免疫力。